官方今天发了张图，让大家猜原木新皮肤会是哪个英雄，里面有妲己、穆奇、花木兰等等，但这些太过显眼，应该可以忽略。然后这个便利贴被圈了起来，看来是个重要信息，说明是个女英雄，但这个平方代表什么就不知道了，有可能是双形态，那就是花木兰，有可能是名字里有两个女字，那就是女娲或嫦娥。你们觉得会是谁呢？